問下今年的大閘蟹你覺得怎樣啊？今年的天氣不好，本來大豐收的，都變了失收了。七月底時候呢，那些河水很高啊，泡有四米以上，個草死亡都死了，對蟹影響很大。個托河托唔到咧，大蟹死亡高了，所以今年大蟹好少，價錢又貴一點。